个立场。第一，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依据国际法律，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美国总统有责任顺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第二，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遵守国际法，包含万国公法、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三，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无使用暴力，也是武力，就是中华民国结束战争。第四，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对中国殖民政权、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事务无合作，嘛无要配合。全体请坐。即马，予咱用上热情的鼓声欢迎咱的大家长林志新秘书长。这个头前有那个空位吼，弄个布起来，看见。前面的位置把它补起来。最后的两排，同心请起立。最后两排同心请起立，来头前布起来。来，最后的一排也起立，这个头前给抱起来。那个最后哈，后边迄几个请起立，请甲抱起来，后边来头前这位置甲抱起来。这三个，拢坐三位，议员坐这边，议员坐那边，来计坐这边。这个内客坐这边，加过五个六个位置，后面的最后一排请起立，到前面来。不要紧，来这你坐这，不要紧，哎，请到前面来。快点，我们的时间已经慢了30分钟了。恁吼，恁查甫的嘛向内底坐，哎，较无方便，予查某囡仔坐到外口，毋则对；予女童星坐外口，毋则对。迄个男童星坐到头前啦，嗯，啊，有位好，嗯，袂讲无方便啦。你若要起立的时阵，大家拢会让你啦。来，接过三位，后面两位请起立，坐到这里来。哎，等一下，等一下啊！你没有旁边的袋子啊、哦？你是内阁吗？你有没有那个袋子？
不是没有，你没有袋子就不要坐到前面来。来，各位同心，大家高早，大家好。好。你是安怎讲？今日有第一次的这个新竹州的内阁甲议员的扩大会议，你看就知影吼，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你免烦恼。因为咱即马开始，为即马开始准备练习，要执政，要执什么政？内阁人员，你对你遮所、你所遮个厅长，你所爱做个工课，你可能拢毋知。就是即马开始，我们在中央会教你，每一个月有两天会来这里。但呢，下晡我开始上个时阵，我会甲恁报告，你爱准备啥物物件。我会当甲各位讲，大概在八个月之内，我们台湾民政府会执政。但是，执政还拢袂欢喜个款个吼，恁甲我同款，拢不高兴，因为我足烦恼个。咱有能力去执政也无。那像咱即马普通时伫州内底迄个出席率啊，我很烦恼啦，我真正足烦恼啦。啊，佮对逐个人对州内底个业务、事务，拢要插哪无爱插个。就想讲，我都已经做议员啊，我已经做内阁啊，啊你无论安怎，你嘛一个官爱我做。但是我今日是甲直接说来甲各位报告，你若没有准备周全的，过无偌久，外口有真侪人会开始来抢你的位。我先甲你讲哦，所以你即摆开始，你家己本身爱做好，甲你交代的工课作业你爱做。现在因为这个时间是我们台南地书，你现在州长应该了，奉美国军事政府的直接命令指示，这个州长改做地书，副州长改做副地书，现在是我们台南州的蔡指示的时间，我不爱跟你们影响，我先因为我下晡第一集就是我的课。来，即马时间，咱用热情的欢声来欢迎蔡主席。各位，咱新竹州的同心大家好，大家好。咱再次见面吼，咱的参会我会参加吼，有人知吼，办了真澎湃吼。那个面对着即将执政的到来，咱参议员，你要准备啥？你要用什么款的心情来迎接准备？那么内阁，咱有遮个厅，你派你厅迄内面，你要安怎去衔接无缝接轨之后的职务，而没有中断，你现在要思考。就像秘书长讲，大概八个月来了哈，但是我想吼，可能会更加早了。秘书长报告拢讲到拢足保守啦。你那是伫美军进驻完毕，高雄翠华路迄、那个气候，内湖金湖路气候，军入来。美国入来大概真侪人会知，虽然伊要公开，那么这个知的人，伊会来上课，你敢知影？真侪了解台湾民政府的人一直持观望的态度，观望。伊讲这个法律是正确的，但是时间无遐紧。大部分的人拢安尼，因台湾民政府伫六州啊，伫全台湾各地拢已经成立挂看板招牌啊。嘛，真侪人看，因在讲，爱开爱袂拆开，有个人在讲，爱袂了去，好无？因看看到尾啊，看发觉是国民党个拆开，国民党个爱拔开，咱个执政。咱有郡守今仔个无来，你着知，伊郡守已经叫你去找所在啊，
找讲你要办公现有的乡公所或者是区公所，叫你找，就是讲你找到你先的。这个很多代志，我们按照美国军事政府的指令，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咱在做。但是必须你有在担心的，跟咱在中央这的人特别开会在讲的那个担心的目的，担心的这个后面要衔接政权，而不让台湾人或者台湾的住民免于恐惧而无缝接轨，让他生活衔接下来，咱有法度做到无？你先问咱家己，是安怎？必须你有甲你讲，你爱准备原因，是因为有真侪优秀的人伫后壁排队要入来。必须你无甲你讲明吼，安怎讲伊要入来？美国讲咱4000个还袂够。秘书长一直在保护咱，今仔日在座诸位已经是经过第五关，咱人讲啥，咱听啥。遐个无过五关的人是在怀疑，是信心不够，信心不够，伊就离开。后壁要入来，绝对是我甲你讲啦，比咱较优秀啦。啊，即个要入来的人，咱要安怎可以筛选？无影响到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无影响到本土台湾人的意识，咱才会使入来。因为美国有讲，你无够人啊，国民党、民进党要甲你分啊。啊，咱会当拒绝未？早前是拒绝啦，早前是我们拒绝啦，我们自己训练本土台湾人，但是到这当今，去年。美国台湾政府去占中心村遐个人，去年叛变，今年搁再讲要去执政，遮个人美国已经下令，甚至是迄两个美国人伫美国嘛是要严办，那么台湾搁更加免讲起诉，即个是严重违反美国的意志，兼影响到台湾人的判断，影响到本土台湾人对台湾民政府的信心，对咱阻碍非常大。秘书长，伊掌握到这个，讲较歹听是台湾未来生死啊！伊在心中考虑过考虑，对咱的信心，对咱的啊向心力、忠心，一定要再考验、再考验。无咱凭啥要来做官？你凭啥要一个月领20万？因在选议员，拼生拼死开5000万、1亿，伊嘛是领遐钱，咱唔免。咱真是有做人比人较好无？有，我甲你讲，咱真是绝对做人比人较好。无你无这个因缘去来遮，我甲你讲，唔相信你问不啦。我甲你讲，这真个啊，你唔要怀疑。今仔日若甲你，你甲恁家的人讲，也是甲你的亲戚朋友讲，伊敢一定会相信？未相信。而且你个红解笑你笑的，对吧？咱一头就栽入来啊！咱的发心是讲要让台湾的子孙免于。战争的恐惧，因为咱过咱免买武器啊，免做兵啊，咱个保障着咱的头路啊，一年省3000多亿啊，咱有为关电到钓鱼台，咱有为南海的石油的蕴藏量啊，咱在惊啥？唔是咱尔，我来讲，咱死了后，佮来出事，咱要佮做好过啦，我无改变的，啊出事台湾，啊出事着台湾。出事就南非就惨嘛，出事就南非就惨嘛吼。啊，要出事台湾，你爱做啥？爱做一挂对台湾民众的好事嘛，对不对？咁是安尼，有因必有果，但是果中有一个缘嘛，对不？迄个缘是我们要创造，我们要结善缘。佛家讲结善缘得善果报，吼。你那是对台湾民众付出，自然有好你果报了后，你的子孙嘛赶快来受应嘛。你即马甲恁个子孙拢总办新闻节目，敢袂敢办啊？还袂办，我去办，无后壁袂赴，我无爱骗你哦。哎、欸，你做参议员，你敢袂甲恁个群书讲，讲、欸、哎，啊，阮某咪人啊，安排一下李长个好无？李长嘛是13、15万起跳呢，啊，李长要创啥？400万至600万的人要离开台湾，
要去平潭金门妈祖，咱有啥通啊做？咱拢是伫管理尔尔啦。咱今仔要讲的就是这问题。台湾民政府是依靠建前法成立，建前法大概是万国公法、旧金山和平条约，才来组成。万国公法，若要细分，咱有读过新台论的《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红十字人权条例》《美国海军陆战队手册》，以及着美国的判例，才组成一个万国公法。这是为拿破仑1830年以后全国际所遵守的公约，包括中国清朝的清朝。日本时代天皇甲清朝，因都有将万国公法翻译啊。所以，这个遵守的条约，尤其是美国，美国对万国公法的遵守，甲旧金山和平条约遵守，等同他的美国的法律的位阶。旧金山和平条约自从1952年生效了后，杜鲁门总统到现主席的奥巴马总统，无人敢违背，拢一定要遵守。那么，咱的先知先觉者，去用3年的时间去研究着建前法，甲发觉台湾的地位，就是日苏美战。因为发觉了后，我们提出告诉，到这当今8年久啊，一个运动武8年久。走了很孤单，让人重伤侮辱歪曲，这样一路走来到今天的规模，你们只要细想，你以为是上课了就准备要做官，但是今天这个高位的人，他要怎么对美国作战，要怎么跟我们的台湾本土台湾人说，说我们真正的地位是在哪里，你安尼相信了后，唔但是现状的改变，也是对下一代的改变，这就是要提升台湾国际地位应该爱行的路。但是咱已经来参悟啊，咱真庆幸来搭着这班车，咱一路行来3年久，有的人是到后尾来，有的人等3年啊，咱等旅行证件，咱安尼敢那咧忙啊。万远玉川哦，安尼引颈期盼，终于予咱等到。去年我伫中央军要成立，必须得有宣布旅行证件，结果拖到一当今，不，今年啦，毋是去年啦，吼，去年我还袂做军手诶，拖到一当今，我伫甲逼，伊讲新闻上刻着，伊认准讲台湾人就会隔切嘛无。你摕旅行证件，无咧出国的人，嘛袂感觉这张旅行证件有啥物可贵，敢是安尼？所以伊讲免急，咱若要准备要执政吼，雄雄去接到，我甲你讲会动乱，你想敢会动乱？会对无？会，我甲你讲哦，咱拢有配套措施，我等下甲你讲。你拿旅行证件要出关？中华民国的海关若要开一个门，讲台湾民政府专用，无人知，敢是？敢是？那是伫海关个开一个门，两个门，甚至三个门，开到尾啊，伊换个门关起，安尼咱台湾民政府就全世界拢知影，对不对？按照咱既有的程序。台湾民政府第一批请旅行证件的50个人，按照那时间无慢，2月7，或者是正月底会来。这50个负有任务，美国给你指派，你几个去美国，几个去加拿大，几个去纽西兰、澳洲，甚至于日本，美国给你讲恁去。伊伫入关的时阵，记者伫遐甲你采访，你摕你的旅行证件摕出来，向全世界讲，
我们本土台湾人无国籍，已经地位确定啊！安尼，你看呐。旅行证件有啥物意涵？我甲你讲，我等足久啊，有啥物意涵？咱的判决第一条，本土台湾人无国际承认的国籍，对不对？这个就是证明嘛，敢是？流氓政府 Chinese Taipei 就是正港的流氓嘛，敢是？安尼是咪拢定案啦？安尼后壁要创啥？后壁准备一个搬厝，一个入厝，安尼尔嘛，对不对？准备一搬厝嘛，啊伊嘛免想搬啦，应该钱搬要了啊，也差不多啊啦。啊，咱有控制，啊嘛控制掉啊啦。伊搁搬也袂当搬啥啦，迄边买着有迄边厝起好咧等伊啊。只不过是伊安怎，伊平常时是训练跑步啦、走路啦，啊有当时啊游泳啦，惊走袂过，还过台湾海峡还游一下泳个安尼尔啦，对无？我不敢骂，我伊平常时咧训练体力袂歹啊。我是讲到做一个总统个，定咧游泳，定咧走路，原来富有任务要终结中华民国啊，对不？啊，咱是甲祝福啦。伊要做区长啊，伊爱做区长啊，平潭区的区长啊。啊，金门妈祖啥物做？哈，金门妈祖啥物做？你敢知？你唔知？我甲你讲哦，金门妈祖较讲台湾话啦，和台湾人个国民党个人去做，你知无？即个月二九要选举，咱挡会掉未？未？年前因后生会对未？讲会对，会绝对对，你免摇头。国民党袂当放中华民国，迄、那个中国城予人啦。我甲你讲吼，民调伊会做啊开了后钱开落了，咱嘛知影因兜因去家伙有钱啊，对毋对？伊嘛传足济咧等啊。人若要一票一千，你看一千你敢会投予伊？真正有咧收钱买票的人，卖票你敢会投予？你一定讲恁兜较好起来，我甲你衡量，你嘛爱加几啊倍。会对啦，吼，会对，啊，这甲咱无关系啊，这甲咱无关系，因为连捷嘛是会转去中国啊，啊，这民进党、啊国民党的当选的人要去对，哎，伊嘛当选呢，中华民国合法的呢，伊合法的选举呢，但是伫咱这都未愿乎合法，你听无？当选要安怎？较恭喜啊，啊，你转去金门妈祖敢袂使？嗯，金门妈祖是中华民国的啊，剩你地尔呢？啊，金门妈祖吼，我算算的吼，一个人爱管偌济？这议员敢那清华的嘛，议员啊，清华的啊，市长二十一个，可能会要卖去钱伫一位金门妈祖啦。我金门妈祖来，互局啊，较赖清德管，我也袂歹啊。啊，这个连伫咱看会到，半冬瓜咱就看会到。伊即摆当选了，12月25宣誓就职啦。就职了后，就开始试啊，吼、哦，准备去做伊个工课啊。啊，伊会慢慢仔发觉讲，国民党内面的高层会甲讲，我要走路啊呢。即摆美国咧讲呢，讲叫阮交出政权啊。你甲看国防部三军的裁撤有无？行政院组织章程的裁撤。一直在化繁为简，有无？这个你们等同视之吼，莫小看他。迄、那个一个组织要改变，唔是伊愿意的，一定被逼的。你唔能看到你去签好一天本，开始拢无写中华民国，拢写台湾新竹市、新竹县、台湾高雄市，包括迄、那个。你桥倒摆，若徛一个百二，去冲红灯去发的迄个红单，迄内面嘛无写中华民国交通部道路管理条例，伊拢无，迄拢省起啊，伊拢写台湾交通道路管理条例第几条？咱的行政首长拢有甲你讲嘛吼，前拢有讲吼，啊，所以遮的足侪物件，我们都很坚定、很清楚了吼。我今仔要跟你讲的，就是讲你准备好未，议员，咱先讲议员的部分。
你议员的地方的议员，你爱甲市长，就是即摆地主配合。咱有二十年唔免选议员，大约啦，大约。咱这边议员嘛吼，二十年免选。即摆参众两议甲做伙参议，啊你唔免选，你要创啥？你嘛是爱倾听民意啊，因为你一年甲四个月开会啊，啊薪水照领啊。啊，食饱啦，要开会就是咱游山玩水啊！啊，游山玩水，你得爱去思维啊。新竹伫对一家，伊较需要你透过你的想法建议，予州长啊、因厅长去执行。你嘛是爱做这工课，虽然你食饱佚佗，但是嘛加减问一寡民要修改的方向。然后呢，你对市府对州政府的监督，监督唔通有任何歪错的所在，你要很认真。那么州的组织内面，你要可能要修改，你要用一点心。老岁仔人，咱不要紧，你食饱举手得。那少年人，你有专业的，你必须负担承担一点责任。组织章程。改变的地方法制的修改，你要随时去注意。有民怨的所在，你要替伊争取；有不合理的所在，你要替伊啊，甲州政府来要求。咱一定一切为百姓设想。那安尼做甲照顾咱的本土台湾人，做甲照顾一个好的制度，不管州长换相，不管议长换相，我们。仍然是安乐过日子，这个是一个好的制度。州议员、参议员必须要爱负担这个承担，唔通单讲，嗯啊，我得月车交啊，我钱领领安尼领啊，迄钱免领，时间又回来靠做啦，哎，你要用啊，开始去处理就好啊，吼、哦。所以咱这议员的人吼，我们是非常，咱讲实在非常幸运。但是同工同酬，你共领一个钱，虽然钱好用，啊，咱是先行者，也是民主甲你答应的福利，但是咱嘛要尽一寡责任，敢是安尼？你唔好安尼食饱拢用，啊，拢无爱插代志呢？哦，有当时啊酒吼，有当时啊酒这边听报开到酒无合理的，你嘛要提出意见，一定要有一点制衡，你知无？但是也免伤嚣张啦，哈。没有起码安尼啦，吼、哦，没有政治所谓的对立啦。我讲政治对立就是意识形态，咱唔免。安怎讲？我刚才也想着讲，高雄市议员问局啊，讲，请问市长，台湾是国名还是地名？安尼就有啥政治形态？因为咱以后无这个现象，吼、哦，无这个现象，所以台湾的未来看有啦，吼、哦，非常好。那么在咱听，甚至军的局，你一定爱派你对，法治是一定爱有法律常识啦。咱有无？我讲这个位后壁新的人拢会入来，咱做较勤课的，安尼知吗？较硬老较硬人，这个法治方面你一定爱啥？爱有法律专业，或者是对整个政。州政府、郡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组织架构，你会很清楚，解释法令会很清楚。这个时候，那无法律常识，也是咱和中央来跟啊指派较专业的人，哈、哦，这咱无法多说明哈。其实讲很简单意思啦，差不多是州本部啦，哈、哦，就是讲这个州有内面有行政而决策者，州唔但是副州长，就是讲副地书。啊，下面要搁有啥？有这个行政官房，就是伊个决策人员，州策啦，州的决策要员，这个是推展对一个方向要行的决策，开会要用的，哈、哦。这个可能来上接到上烦，民政厅的人举手有拍到无？你都唔知噶？民政厅，哈、哦，民政厅。我们执政之后，第一个就是你很累，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
你的行政作业你要清楚，因为大家人要来办身份证，啊，中华民国要来退户口，你知道吗？伊要离开台湾，啊，无伊迄个身份证嘛无效啦 ，ROC 也嘛无效吼。民政厅吼，第一个执政之后，接触民众最频繁、最累的就是这里，你必须清户口，把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拢要接受办理。西高，我们的郡都要协助你到州，然后我们再报到中央。因为那个身份证，那执政都了后，迄、那个要来换的人就爱排队，咱会通过。美国军事政府、台湾民政府奉令接管台湾澎湖，那么有一个日期，好、哦，咱的身份证。当时以前一块换一块美金，换一块正台币。但是你当时要来办身份证，你若无来办身份证，你的 ROC 证件几个月、三个月以内自动失效。然后你不愿意办，我们六年的时间给你观察。啊，你若来办，一切的福利会按照中央的规矩这样子来公告。所以迄个民政厅啊，民政厅。上帝要紧、哦、你们要年轻，脑筋要清楚，然后你一些相关的法律你现在要去研究，你要去上网去看我们现在面对的流亡政府的户政怎么来处理，然后我们这边新的台湾民政府的法令抵触的地方怎么来处理，那至少你要把身份证寄到清楚，我们民政府要怎么办，要哪分 TW， 要哪分 PTW， 好、哦，你要做很清楚哈、哦，你要先学习哦哈。告诉听，有人老师退休不？老师退休有哈、哦？阮台南就足济老师、主任、校长，你若无，我阁来支援你啦。教育大计，百年大计哦，教育非常重要是啥？你现在接管国民党的政府，那个六十九年、七十年，每年接到七十年，七十年受到流氓政府灌输的思想，已经中毒到足严重啊！你要安怎第一个时间，甲培培你的公务人员教育？教育厅内面是一定要先拟定。现有公务人员体系，伊要去带下条，伊要赶紧写那块。啊，那是不爱写那块，你就叫离开。一句占领法、占领法，美国军事政府来到台湾民政府，他必须扶持、培养、筛选、考试公务人员，以接掌政权。但是你去到一个新的政府衔接政权之后，你发觉。你有权去把这些人除掉，是因为基于政治跟安全的考量，你可以把他辞掉。这个时阵就是安怎，伊甲你白目啦，但是你袂使公报私仇哦。伊甲你白目，伊讲我着安怎，我着原来，伊要爱做原来迄个思维，安尼就走，安尼俩哈。那么教育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远的方向，你必须要清楚。除了当地的人文文化背景，你要配合中央所谓推动的，到底是全部西方教育，或者是美日台我们的文化教育、双语教育或者三语教育，让下一代的子孙和咱的子孙，伊要接受什么款的教育，以后在国际上。咱的本土台湾人出来，就是国际的水准。这个是你一定要思维。教育厅，你要负这个任务。你若无够能力，你若无够能力，你可能要做副的。啊，做副的了后，你若阁无够能力，你要转别位。咱讲实在，现在在选择职位的时候，不只是你选了得力的，
现在开始，今天是第一堂课，以后每个月会来一次，你等于要这样，等于要叫你上网去查查讲教育的物件爱创啥，你爱写作业，作业材料来评估，什么人上好的迄个准备做正的位，接正的教育厅长，然后其余不太分数比你低的，就是接副的厅长，然后你们组成一个团队，你组成团队了后呢，去接收政权，这个就是你教育厅的管理政权，管理的一个团队，安尼清楚无？科技，那么相当有少年人啦，这少年人，那老伙仔可能无多，老伙仔年代你都无多用啊。科技厅，你一定爱，哦，咱新竹应该袂歹哦，吼，新竹有科技园区哦，是搞遐人会走起来哦。执政料因也最好不要来哦，啊，这老伙仔啦，老伙仔，这咱无多。你讲什么半导体，以后佫有甚物新的物件，咱拢唔知道，这无做专业，咱真正无多。但是至少啊。这就代表啥？代表咱台湾民政府吼，伫科技方面吼，跨到未来去啊！这个是咱台湾民政府。哎、欸，这中华民国政府无哦，无科技厅哦，这咱家己写的吼。哦，体育一定有啦吼，体育大家身体要健全吼，这个就免多讲啦吼。文化厅，迄、那个小蔡，文化厅，文化吼是一定哦，有地方的。鄉的，就是講你若是佇，你是佇我較無清楚吼，哦，有恁的文化，有咱的文化，咱這個文化吼，你會記哦，咱的新台論裡面有寫足清楚哦，你要徹底切斷中國的文化哦，迄個中國的文化是啥？貪污的文化、腐敗的文化、官收的文化、人情的文化，你得要徹底切割哦，什麼人情義理啦吼，紅包白包啦吼。啊，就丢山立石来扬山托石，你得来做人情，哈、哦，这个你要注意哦，非常严格哦，今麦开始在实施哦。咱的台中副州长嘛是因为方便宽卡，啊无报备，安尼就解除职务哦，你得注意哦，哈、哦，我现在不是跟你讲开玩笑、哦。军事台湾民政府将来在执行执政之后，哈，迄个法令对自我的要求很严格，他给你相对的很多福利，但是你对你的操守爱非常谨慎哦。很多啊，必须你有讲哦，啊，伫顶管讲，中央的人去周波视察，不得接受人家的吃饭，不得接受一杯饮料哦。哦，这就上硬咧。这你要跟你载呢，啊，一紧呢，十点到 AM 刷呢。我拜时，我台南州有两个中央的来过去啦。我讲你有食饭无？我跟你载来。啊，食茶呢？啊，若买日头汤没有食，唔敢食呢。我讲哦，我是讲笑啦吼，啊，唔知对不对？我问问，我啊。啊，你这摆也袂发财。对吧？我讲食一杯茶尔，这严重。我着中央规定个我多，我讲你嘴大，你要炸茶，你去走去西门买啊。哦，啊你为十点坐到下暗十点啊，真辛苦哈、哦。这是要训练呐，训练我们第一点，我们环保，来环保，吼、哦，咱给你炸出去，环保。第二点，训练的我们的操守，不随便接受人家的情。咱过去拢习惯了，啊，因为我安尼嘴食物啊，其实你若长期安尼的，你会对这个人会有一点特别照顾啦，人情上是安尼啦，吼、哦，啊，嘛莫伤过无情啦，吼、哦，对无？我拢讲咱的迄个事情的先行者吼，啊，优先照顾啦，包括咱的下一代啦，你知无？啊，无咱在拍拼啥？敢是？啊，咱的。无外久，咱就要走啊！啊，无要创啊？唔，还佫笑，明仔载袂喘气就走啊啦！你连准咱会当活外久呢？我拢唔敢想要活外久啦。有当时啊，约一个血压正常就转去啊！我骗你，随时有保持这个心啦，吼！啊，咱吼保持当下，保持当下。你一天民政府的
执政官员，你就要保持一天的心态，你千万操守要很廉政。你若要做生意，你摕来，安尼尔。要做生意，你摕来，你不要官商不分、官商勾结，你摕来，你摕来，你有通啊二十万通领啊？你是咧外卖？啊，做失败，那个怕什么？我未失败啊，未失败啊，未失败啊！哈，咱未来真好哈。好，感谢。这是咱新德州哈，可能上第一特殊的所在，这个科技工业，工业这个哈，咱要特别注意哈。起码目前中华民国联邦政府对工业方面，它没有土地的规划，你敢知？没有所谓的国土规划，把重工业区、轻工业区或者加工区分得很清楚，所以造成环境的污染。这个是我来民政府第一个要求国土规划。这个国土规划牵涉到这个土地的永续经营。你讲你石化业吗？高雄的石化业？迄经过大都会区要规划，即马伫高雄市的边啊人大工业区，遐个边啊农业区、农业区不是工业区，因为马英九要选举，伊讲恁做你落去，我目前未甲你取缔，安尼。所以农业区起工厂，伫对伫 U.S.I 台剧的边啊，你记袂？你甲看，伫红英路规排拢是农地起工厂。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伊吼，伊就是安那呢，过一个算一个啦。工业，你一定爱那个工业厅的人呐、啊，你至少你要调查新竹州你的州的范围里面要有多少的工业地，做多少的工业厂区，你要规划好，重工业。我们要集中在哪里？轻工业在哪里？加工业在哪里？污染工业它如何来管理？你一定要详细去清楚了后，报州政府了后，报中央政府。好、哦，我们是三级政府，郡州中央，我们要完成这个。所以工业厅啊，工业厅是足重要未来会生产的一个所在。哈、哦，啊，劳工就是当然咱要照顾劳工嘛，这。不歹面嘛，哈，我们对劳工的权益、对劳工的福利、对劳工应尽的责任，或者劳方跟资方，你要如何协调？目前中华民国劳工拢无多成就了。所以王永庆，伊对劳工较照顾淡薄，但是每一年劳工嘛爱幺八叉，伊较会当个加到四点外，每一年，那是民间呢？你只要不懂勒干运动，你就会没有工作。中华民国，伊是保护资方，因为资方选举会寄付，你知哈？卫福部，这个目前小结盟，顶新的食用油，有无？你即马你若是伫州郡的卫福部，你要哪来处理？他主管听差不多，要怎处理？咱现在是不是在推荐所谓产品的履历？履人现在推荐到很好啊。履人啊，你产品的履历你一定要出来，然后严格把关，这样来咱吃就安全了，放心，交给咱台湾民政府来做，绝对比较好。现在你敢不敢吃？不敢哈？哈？我讲你要少年啦，啊，阮即摆拢袂赴啊，食足济落啊，你无看我食到遮肥，迄食用油足济啊，啊，我着我也无咧甲禁去啊，我讲啊着死着煞。我甲你讲吼，这足重要吼，下一代的健康，你不要看那个很小看一个油，下一代的健康，还有这个影响到哪里？影响到我们的后面那个疾管厅有没有？中央健保局，有无？咱台湾人咧食药啊，想咧食啥？食饭了就先食药啊，我无骗你。那上火吼，
我唔知啦吼，咱恁遮大家拢承认，那聚会食药啊吼，你敢唔知出门爱炸一个专门分门别类药啊？啊，迄药啊是啥？我讲啊，也无影食会好啦，啊，食较济也袂死啦，安尼啦。迄唔知你食啥，我看无啦。啊，你食心理安慰的，啊，无客药啊足艰苦，啊，唔是台湾人客，连老外客啊客去大陆，根本叫敢袂倒。还、啊、是咱的、咱的汇金、咱的、咱的税金汇款钱呢？泛滥！你若身体健康，你敢要食药啊？唔免嘛，看唔是？啊，身体健康就一定爱食品管制嘛，体育运动嘛，啊，心情保持轻松嘛，看唔是？咱若无中华民国管，咱心情足轻松，看唔是？对无？所以。讲到迄个源呐吼，源头，我们发觉我们很幸运呐。我搁互你观察当年吼，即、這个劳工卫福主管农业厅，农业厅伫咱新竹，我唔知咱新竹是毋是农业大县呐？我知我伫分林，分林家己遐是农业大县。啊，迄两个拢是阮台南州啦。吼、哦，即、這个方面就是农业吼，其实咱即摆农业一定了钱啦，做实的吼。你若做种地外、种水果的，我讲你无可能赚钱啦。你一定农药嘛，吼，农药，然后人工，吼，然后交去交去到农会产销部，如果是迄落迄个糖吼，佮有糖抽一遍，你知哦？菜糖、水果糖佮抽一遍，所以你无法度直接享受到价格的保障。未来要如何？未来我甲你讲。那我要来做，要来咱先得财产，咱先得有啥物产品，感冒啊？有啊、哦！我甲你讲，日本，咱主要是无农药的啦，哈，保证有机的，日本给你保证收购，安尼有好无？啊，你要做无？你上班上了，快来做啦，对无？你少年人爱打拼。啊，让阮这老伙仔来做啊！啊，先规划，先规划，对对对，等到你被干掉了，你再去做。我说干掉就是讲你已经无得胜任了啦，啊是讲你做了忝啊啦，也是讲吼，你得认为讲啊，安尼有够，台湾已经步上轨道。我讲，咱的公务人员到尾也剩无十万的哦，你注意听哦，我们会节省很多薪水哦，咱有3000万一个武器免买哦，一年哦。然后公务人员到第几年以后会裁撤剩下10万个人，现在20万个人，现在是几十万呢？剩十万呢哦，十万呢，哪个无必要的？听，哪个甲做伙，啊，得阁升一挂人哦。吼、哦，你也知影吼、哦，咱以后薪水是啥？现在一个啦5、6万啦，吼、哦，咱若减一半，咱就当你也一倍啊，对不对？所以那个很多人在问福利的问题、薪水的问题，我说不要担心了。咱的钱足多，迄坐到你会惊死人，我无骗。钱啊，藏伫底呢，藏差不多有，我话算吼，迄计算机叠袂出来，叠袂出来。伫内山吼，林刚，我即摆咧找着，我林刚甲咧恶啦。啊，无啦，迄还阁差侪咧啦。迄伫南部，迄、那个林务厅，林务厅吼，即、這个吼爱配合着啥？国土规划啦，林务厅大部分台湾的林务厅过去拢予人偷测查去有无哈？迄、那个山鸟处啦，你敢知影啥物叫山鸟处？知吼？伊拢安怎做你知无？平常时去你山顶，敢若咧爬山吼，啊爬去上，哦，即丛红豆杉，迄丛块木，伊落去。做集合，你知？做集合，啊，做集合吼，咱哦警察无去哩，巡山也无去哩，先撮起来藏，啊，挖一个窟仔大，挖一个窟仔大，啊，大等啥？等做风台梯，做大水，运入来，运来山脚边，啊，久久的安尼边，我是安那个会知？你知？我唔是去偷色查呢，我咧。我伫大寮，伫高雄咧用赶的时阵吼，吼，
拄着一个原住民啦，吼，就是讲高山吼，吼，迄个小84公斤吼，108公分咯。我讲你即个体格来压茶多好了。伫迄个小三林溪，迄个啥藤枝啦，藤枝内面的部落。啊，伊讲啊，无我也袂当创啥，伊讲伊也无法度做工啊。啊，我咧过山安尼啦。我讲啊，你个大家较大家作息个，伊讲我咧定入来，你迄关袂久啦，拢只7个月尔，你听无？啊，讲我会好啊。伊讲要关一道摊足济，啊，久久啊关一道安尼会好啦。啊，关足一道，真正关到迄个管理员大家拢个作息个。伊甲我讲伊安尼桃色茶，就是我讲安尼。我讲你是莫非是要叫我做伴？我也袂法啦。结果伊讲吼，伊讲你来阮的部落吼，迄风景足水个安尼。结果无法度，原住民你着知影爱食酒啊。我还袂出去，伊着栽落啊。无法度，啊第一个迄是原住民第一个民进党党员。海洋渔牧，即有那是伫迄个家人吼，迄边个啊。靠迄落，其实海洋音乐，海洋应该会包括啥呢？包括关公啦，因为咱遮有一个关公厅吼，即个小可有重叠吼。啊，渔牧呢有牵涉到迄个产业的行销吼，即个爱就地处理。迄个妇幼福利厅呢，即个还佫有牵涉到教育啦吼，妇幼嘛吼，迄个幼小的教育，然后妇女啦，妇女吼是咱最重视的，妇女撑起。半边天了哈，啊，妇女吼，咱目前中华民国法律吼，慢慢有在修改哈。伊即摆是干那是，啥物啊？啥物产假？啥物会当安怎吼？即摆有在修改哈。啊，妇女实在是要搁顾家庭，要搁顾经济吼。即摆若无恁去斗赚吼，查甫饲咱饲袂，我无爱骗你。若无妇女斗赚钱啦，查甫凭查甫要上班一个月3万-4万。给你5万，你无法度再调去生囝，我无爱骗你。卖讲立柱看哦，所以妇女算开伟大啦，哈，真个算开伟大。咱讲实，我唔是咧讲你来做官啊，我讲咱遮个基本的妇女，基本的维持家庭的，你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家庭，你们真的是伟大。我讲哪别样友好老母吼，我讲迄真个怕死，我无爱骗你，唔知影人友好老母啦。老爸也不要紧啊，老爸穿撇撇出去，让舒服点点的。啊，你做人吼，我讲做人较歹势吼。你假使当黄脸婆吼，我跟你讲吼，甲外口的查某仔比起来差足济啊，对不？啊，这个查甫若小可赚得到钱，有疑心，而且经不起诱惑，又喜欢听很小声的声音，啊，这惨嘛，对不？这都唔通吼，我甲你讲，我甲头讲哦，咱查甫爱注意，咱查甫的哦。虽然咱有配2-3间厝，唔是要咱饲小三用的呢，你要搞清楚呢。我讲这是真的呢，美国哦，出严哦。我讲你不要以为你不是不人家不知道哦，你只要去预计。我讲第一点形象，卖第二点，我讲拢知影。你不要小看哦，我们。你已经铺出台面了哈，我来讲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有人知道了，所以哈，我们要先修养自己了，不应该犯的我们绝对不要犯，万一呐无法度啊挡袂掉啊，啊就无法度啊，啊你爱赶紧治开哦，你唔敢来发教哦，啊你忏悔哦，你爱去书城哦，你唔好吼。这个乱来用发工吼，来石头路去兼，甲你变形，我甲你骗你哦。迄变形哦，出第三个花流出来啊，你3个月袂坐呢。哦，这不是开玩笑哦。伊即摆就作业嘛哦。我看到讲迄安尼无迄落安尼水，即不是客掉哦，你可想而知哦。吼，以后你有职权，你有权利了，你在傲慢，你在借势借端，你看看。我先甲你警告，我无爱骗你哦。我知道太多，我们要怎么样来行进法律哦？你还怎样哈？哦，工业厅谈多少？我商业厅，工业厅跟商业厅差不多了哈，就是工商业的发展呢。商业打开，我们就新竹州，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商业发展？
譬如讲，你比如讲，屏东是观光嘛，哈，观光啊，那些就是科技。然后科技要怎么样来引进外国的交流，提升咱的商业，哈，今天往这个方向去。你若派你就是听你上网去查这个物件，哈，资讯电力大概是这是较集中的物件了，哈，这是在管理呢，哈，可能是即马互啊电脑。迄、那个4G、5G 的时代了哈，网络的时代哈，一定爱有这样物件。地震这个上重要紧哈，地震是安那要紧的，就是讲中华民国政府来是甲日本政府咱的母国侵占大多数的田地，啊，正是国民党诶，啊，国民党诶甲变袂了了啊，不，总国民党诶。东山未好，长隆 evergreen 哈，我甲想是讲这种爱修等的。地震要全国，你在全新竹州做一个地震的总检查。你若发觉这个是国民党的资产，这个的钱是百姓的，你注意听哦。日本人有足济资料，伊讲你的祖先来当证明是予日本侵占的，要行李哦。你爱清楚无？你敢清楚？咱的祖先若有土地，予日本人去，但是国民党来了之后，把它侵占为己有，当产，我们把它要回来，还有清楚无？日本人甲咱台湾的地籍用甲足清楚。伊有甲咱秘书长小可有即个暗示，啊，所以还政还土地于民，还我土地运动就是安尼吼。咱是搞这地震的总检查，把我们祖先的土地要回来，拄啊好尔啦，无甲特里修就足好啊，对不对？敢毋是？69年了吼，里修你家己算啊，看要交偌济？水利厅，日本人。在台湾留下，我们大概新竹是属于桃园水郡，有一个桃园水郡甲嘉南水郡，有无？在凤山有一个朝光郡，水利的灌溉，我们借镜引用专家学者，啊，至少这个要配合农林厅，你做事的偌济，啊，你水路要怎走？我少年人，我听无。少年人若无读过这个，我好听无。这个吼，这个包括啥？包括下水道了。吼，你迄个污水、家庭废水，然后雨水，然后工业用水，你别按那改分道，不要造成二次污染。这个怎样哈？基础建设的看起来就土木营造，这个现有的基础，新竹州现有的基础，我们就用。比如讲，州政府用的新竹市都是一样，那么郡的政府，你要经理乡公所、区公所这类的，安尼作为你将来办公执政的地方之后，你要来建设是多。即马咱伫台湾。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下面，我们最诟病的是什么？是道路三天一小挖，五天一大挖，没有统合，有无？迄个是光纤电缆，迄个是自来水供，迄个是电信供，迄个是台电的供，乌甲插水井，结果包商、输赢公司的包商，伊用足简单的物件甲你砍过。落雨来变啊，大坑细里，对吧？然后呢，市政府、州政府，咱以后州政府、市政府讲啊，有算来啊，无你甲泼泼嘞，钱开袂完，爱收转去，啊，就甲开落。这是目前中华民国的政府在用税金，在用有算的心态。咱一定爱记啊，这个以后唔通来啊，这条路用嘞。就是用来，伊要请统一申请，用来铺水起来。我甲你讲，咱拢袂要紧啦，咱以后拢有车通坐，你知无？啊，佮有司机，你敢知？啊，你要坐甚物车？
有人甲我讲要坐 Lexus， 我讲几六百，互你六百，好无？哎、欸，你茫笑了，六百要偌济钱呢？迄是因税金敢扣100%，120%呢？以后换咱啊，咱唔免啊呢？哎、欸，你伫美国买100万，咱就卖了100块2万就好啊，你卖遐济要创啥？啊，政府嘛爱互咱坐啊，敢毋是？迄桥多歹，你敢知影呐？桥多歹吼，那咧赶上班吼，我甲你讲，伊到遐我看差不多就去吐了啦。所以尤其是高雄，你甲看高雄，高雄要去赶上班咧，伫中港、坚定、甲嘉南区吼，拢是安尼。啊，迄是哦，我袂晓讲啦吼。以后咱会记吼，即、這个物件，交通即两个佫有关系吼。你因为为了疏略交通，你即个流量，咱实在是爱相信日本人诶。远光了，高雄亚头，高雄车站啦，我讲亚头较济会听。迄、那个中山路一开的，即卖还阁未开满，偌久啊？七十年久啊？有啊？人迄规划去规到100年后的代志去啊啦，一百年，伊当算到讲人口的流量、交通的流量、车的发展量。我们要有这种算法，但是咱即马唔通讲啊，咱吼愈生愈少，以后愈生愈少，未行。我来讲，以后咱会愈生愈侪，啊，你敢听吼？因为咱饲会饱，咱让咱的子孙免做兵啊，咱一个月会当偌富如何伊啊？咱的饲，咱的生足侪啊！我讲真嘞，哎，你唔通坐会啊？你还要去生呢？老和少年去生。哦，观光啦，这个观光吼是咱未来重要的发展。依照咱中央的规格，我们不太喜欢重工业的污染的工业，我们要全力发展观光业。那么观光业就是地方的观光厅跟中央的观光省来做配合。哦，我知影是安尼啦，就是讲你为台南黄金海岸到甲下骹的家庭。到甲高雄市的部分，高山啊，甲西屏东、垦丁，啊，你咧下骹看，足水，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珊瑚。啊，因外国人来，啊，这是一条足好的路，观光。啊，这敢那收入着偌济啊？你当甲算出来，拢台湾拢无人会战争的情形下，啊，咱遮的人足友善。咱遮个人空气拢变好啊！啊，全世界个人来看啥？来看咱个观光，你甲看人个话啥？吼、哦，我们到时候就在恒春，在那边开辟什么样私人的飞机的降落地点，对吧？吼、哦、啊，海线个、空中个，哇，足美丽吼、哦，想到就足美丽吼、哦。啊，即个大概是安尼。我来讲即个较重要吼，环保厅吼，因为时间到啊吼，环保。哎呀，哎、欸，张哥，这哪分了？好，买哪一把刀呀？邮电信哦，邮电信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种传递的东西哈、哦。这是新啊，咱们赢过咱今嘛的邮务电信，因为邮务可能到尾啊嘛是成立一间公司共款，啊，就无其他事的，我们会很密切的，就是物流啦哈、哦，这个加着物流哈。哦就是宅配嘛，吼，宅配，即摆拢是网络 internet 的吼，咧看吼，即、這个袂歹，即、這个足重要吼，即、這个环保足重要吼。因为我是大概我参与即个参与差不多要到30年啊，吼，要30年就是讲，钢铁业产生后壁的有可能是电镀业，钢铁业本身的污染嘛，啊，电镀呢，伊必须要啥呢？必须要废五金的迄、那个。迄个电刀，改电刀，电刀了，伊要用生锈，生锈爱用着啥？遐个物件，你若无做水的处理啊，水的处理，整个大地的河川绝对完蛋。迄条河川死去啊，死去不要紧哦，我跟你讲，这个物件也会渗透在土壤，那个土壤啊，绝对不能种植。你若种植了，生出来稻米啊，可惜。你绝对有那会有污染。迄、那个咱敢那桃园啊，对，敢那有迄个叫稻米的镉污染，有无？哈，管理冇？管理冇？
啊，日本是嘛是嘛是这个汞污染，汞。所以这个环保哈，由于身为你是环保厅的人，你要有这个概念，不止个人的环保，地方的环保，家庭的环保，你都要有。我讲你要上网去查一寡资料。啊，你若要规划环保厅，要规划地方的建设、地方的工程的时，就跟工业厅、商业厅、劳保，这个要配合哈。钢铁业是安尼，石化业更加严重，石化业要搁爆炸，好不？气体、高压、高温，你操作不慎，或者有漏洞没有检测清楚，疏漏。有可能高压的迄个爆一个爆炸，咱高雄的气爆案其实是一个后壁要有要袂出来一个例哦，后壁要有足济哦，因为石化业伫日本时代伫高雄炼油厂叫做第六炼油蒸馏厂，那炼油厂第六炼油厂半边山遐，伊安尼发展了后，国民党接收去，才开始美国迄边才来。进去要做迄个塑胶粒的原料，当时上早是赵廷桢、华夏集团、王永庆是偷测查，测甲走路去日本。我讲这真的啊，伊即摆死啊，伊也袂当甲过，伊若过嘛，不要紧，他报煞报的啊。伊偷测查伫阿里山偷测查，啊测查的吼，咱要甲掠走日本，日本呢？拄到美国要来台湾发展石化业，伊拄啊当来做塑胶业啊，安尼一个做落，拄啊造成王永庆的石化王国是安尼。但是人足认真啊，咱只能讲啦吼。虽然讲，当然有那有三年啊，一般争啦吼。这个环保吼，环保跟经济要取得平衡点。一定要突破民意这个阶段，我想在咱台湾民进会下面无这个问题，因为咱无选举，我们没有民意的压力。那即马呢，你要建一个厂，伊会出围啊，伊会出抗议啊，伊会纠伊啊，执政者会怕。啊、会怕呢，他就不能投资，所以迄个经济跟环保要取得平衡点，这个要智慧了。那我想要这个智慧，你讲这个物件要起落，伊的 GDP 值，伊的产业对台湾影响力偌大，会照顾到台湾偌济生活，然后你把环保的所有的水处理、空气处理，这些物件拢整理好。然后你按照法令去执行，安尼就无话啊！啊，你何里专区嘛？那咱都要讲诶，你先有一个专区，集中管理，安尼就不要紧啦，安尼清楚吼。所以台湾民政府起来，那边认真共雄，台湾民政府是彻底解决目前中华民国所留下来烂摊子唯一的一条活路了。不是在提升国际地位而已，而已，也不是在经济创造而已，而已，也是彻底改造每一个在这大的人生活安定，跟我们下一代的这个主宰。我说这是真伟大事业。我常在说，你如果来参与这个台湾民政府的每一个政策的推动，你来参与，你跟赢在做什么？甲赢伫山内念经食菜五十年，我无骗你。你不要小看这个动作，你不要小看你来参与台湾民政府这个行为。你让台湾现阶段提升，你让台湾的子子孙孙过着很安乐的日子，这个就是菩萨，这个就是神的行为。阿弥陀佛。这个司法的部分吼，可能咱伫九零较无用到啦，因为迄个就是个法制局啊。那这个定了开，这个是不是跟咱中央配合吼？就是有一挂
会可能会很重叠的现象哈。哎、欸，这个当，哦，搁剩一个债务哈，安尼债务的问题非常重要。你税出税入，咱的议员这边都有影响到。迄、那个债务的部分，伊可能伫一年有剩偌济？国厅要用偌济钱？基础建设要做啥？环保要做啥？港务要做啥？工业要做啥？油务做什么？你都审计之后，你报来财务厅，财务厅再统筹，再来送到议会审查。好、哦，这个州的政府的组织架构，由监督的、审查的、立法的，跟这边行政的推动，我们密切配合，然后把州整个州策。做的行政本部来推动咱新竹州要推动的事务，这是未来整个架构。后壁你要学的是较有诶有咯，吼、哦，较有诶有咯。咱今仔日来，搁剩两分钟，要甲恁大家勉励。除了你对台民政府的坚定的信念以外，你爱用功学习你的专业，你要去迄个位的专业，你要去。你要管人，你嘛爱小可听有，敢知？你即摆要接，来要接环保，你环保拢唔知？下骹的人，国民党、中华民国、你们政府啊，环保的人会敢笑？你知影？至少你要有一个概念啦，环保的讲啥？虽然咱唔免做专业，但是咱也清楚，吼、哦。即、這个小我家己大家自首一下吼，咱台湾民政府的人卖互人看无起，你知无？第二点。咱若无家己自我超越、自我成长，我们会被赶下来。我跟你讲，美国就讲咱无够资格啊，也是讲，人新的人要入来较好啊，吼。所以伫内阁这方面，只能要有少年人，较对着时代，还可以当做较久啦，吼，甚至呢较久啦，吼。那个高沙厅啊，我们新竹可能有高沙组的哈。大概是高沙的自治区啦，然后类似这个讲法，因为高沙族呢，也在保护台湾这个土地免于被统治，保留很多的原来的一个价值。哦，所以我们对高沙啊，跟我们平地平埔族的这个都有一定的啊，这个要回归的地方哈、啊，它有它的传统的文化，我们要保留要尊重哦，然后它成立一个自治区。哦，将来若是讲，迄个山顶袂住人啊，咱可能就请伊来平地，因为伊嘛有法度生活啊。我们照顾弱势者，吼、哦，咱来照顾弱势者，大家拢会安稳过日。因为高沙伫山顶呢，因为台湾我很多讲过，环保无做好，迄、那个土石流来了后，顶头咧大危险。啊，你要富裕啊，咱即摆咱的环保甲国土规划，我们要富裕，所谓山。高山峻岭要富裕，就是要按照水利工程，按照什么来做？哦，你要种什么比较能够背土会掉的树啊？乌棒树，还是什么树？会当吸迄个土，卖让迄个松垮垮哈，啊，水来就挂了安尼。好、哦，这是我们将来台民政府从中央到州必须配合、必须有远见的地方。好、哦，安尼今仔日。简单啊，甲大家分享吼、哦。啊，就我知影的吼、哦，我嘛不做专业啦，我是专门在讲环保的。环保我比较在行哈、哦，啊，抗议也比较内行哈、哦，抗议。啊，今麦咱来用抗议的，因为国民党来看抗议啊。好、哦，安尼好不？今天感谢注意啊，大家对爱用心吼、哦，用心吼、哦，谢谢。